时间来到上岸的这天，更加是这顶吼不容错过阿丢好戏。阿伯，这么热闹的地方在干嘛？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今天的重头戏就是王船要绕境啊。对啊，我们看到一个超大的一艘船。对啊，他做的。啊，大哥你做的？呀，王船啊。王船主，我一个组织，大家共同来做的。阿伯，你甲贾司令介绍一下，咱王船主要是要来创啥物的？这就是百年一考哦。啊，请这个大千世界，他不要等伊啊，哦，要去天朝交际，我这只船就是要好接。过来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超可爱的？哇！你这样小心，因为有时候王船太高，他就会把电线。哦，他是用来把电线提高了。对。贾司令，我来跟你介绍哦，我们的王船呐、啊，你这样看哦，它是真的可以下水的船。我看到路上已经有那个锚，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上面是有什么？就是八仙啊，其他的就是龙啊，龙香龙通珠，都是比较吉祥的意思。吉祥对。哦，哎，我说安尼，我阁有一个问题呢。咱达科的王船啊，伊敢会有，比如讲每一科有特别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，敢会？整个小琉球在地的人，他们会有一个就是仪式，而且要这一件事情做完之后，才算是整个迎王的圆满。是你家哦，小琉球的船，我嘛就请给阮的王爷公带一点比较好做。哦，但是王爷公说照原来这样就好了。伊讲哦，小琉球的王船上山的量太大哦，要买行无好拖吼，无行嘿。哦，伊讲谢谢，唔过千变万化。老师，经过一天的千船遥境。啊，王船差不多伫暗时啊七八点的时间，等下到庙里啊，刷落来会进行什么款的考验，还是像动作？哦，咱等下了就紧锣密鼓吼，因为咱的王屋内底就开始咧祖王啦、艳龙啦，这一连串仪式，啊，你一般人看袂到嘛吼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台湾的神父啊，道长会把它会做一些仪式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抓起来，放到船上去。他抓上船之后，船上是不是我们这些神明啊？上船之后是不是要用一些东西？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准备食物啊、器具啊、用品放到船上去。对，所以刚刚都在做那个所谓的天斩。OK， 哎，老师，我看观音妈的四个，观音妈的桥拢来啊呢。对，因为现在所有岛上的神明都来集结。OK， 对的，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去恭送千岁。一起加入，欢迎王船主的大哥，很亲切的跟我们说一起加入，很欢迎。好天哪，不行，我觉得一牵到绳子就开始有一种感动的感觉。贾司令，你在傻笑吗？你的笑容有点 Q， 就感觉有变成一部分了。最后一天我们在拉王船的时候，半夜凌晨才把它拉出来，然后一样很热闹，没有一天是在休息了。远方本岛、国外来的，跟小琉球所有人民，只要有手，他们就是拿着一个绳子在拉。我们在街上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又感受到
小琉球的团结力量。那么大的船，那么重，完全不用那么出力，你会觉得好轻。但是因为大家都在累，大家都在拉，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，大家的心是统一的。前，我们才在这边请大千岁、二千岁、三千岁、四千岁、五千岁一起来。但是今天就这样把他们送回天上去了。对，你刚刚有在想什么吗？现在是就是已经到凌晨了嘛？对，已经四点多了。就有那个凉风，海边的凉风一直吹进来，一直吹进来，然后觉得啊这边好安静又好冷哦，然后就突然。那艘船就啪，突然有一阵很温暖的感觉，对，上升了，嗯，对，应该是说这个温暖，我觉得可以代表小琉球人给我们的温暖，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人情味。其实上一刻啊，到这个时候，我以为整个小琉球的迎亡已经圆满了，嗯，但是我到这一刻才知道，其实。整个小琉球在地的人，他们会有一个就是仪式，而且要这一件事情做完之后，才算是整个迎亡的圆满。明天吗？嗯。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明天亲自去体验就会知道。我们这样就好吗？就不用煮吗？对啊，这有煮好的呀，一定要熟食。哦，每当时呢，这么用的，我今仔大家都喝大鼎，你嘛大鼎拢吃大鼎。哇，一堆人来，你吃要走。阿姨她说今天要办桌，要办70几桌，非常的忙。我们70几桌只有3个人在做。三个人在做，啊，你这种师傅啊，哦，都是中炮师，哦，中炮师啊，好。
啊，咱再加欧文。哦，啊，你全家暗时要伫王爷公庙办桌啊？对啦，我无闲通陪啦，啊，我叫阮囝载你载你陪啦。好，无问题，啊，咱再加欧文。哇！真侪人咧，来来来，嘿，俺头前吼，即摆拢有人咧准备做好的生意安尼哦，啊，三年一个吼，搞啊吼，啊，这边就可以吗？嘿，遮就会使啊吼，啊，这礼拜，对，哦，啊，做西草的，俺等下吼就是要这个敬这个海旗，啊，因为天兵天将哦，已经甲俺的千岁爷已经等于天庭交接啊，啊，不过俺这个海旗哦，平常时就是有人来遮耍。啊，所以阿妈是按家这个地方哦，这个五方的兵将哦，家这个五方的好兄弟爱照顾好。所以咱这金纸就是要家因靠上。对对，要还好。啊，加这个车草就是要还食安尼，啊来这保庇讲吼，大家当出去袂当平安安。好。咱小琉球吼，迎王结束前做一足特别的仪式吼，就是叫敬海旗。敬海旗你也看到小琉球整个岛吼。它有港澳哈，给弄个船去要拜拜哈，啊，船去要拜拜有两个意义啦哈，第一个就是因为咱的爱感谢家的向的咱的，伊拢叫水户好兄弟啦哈。第一点是咱王船出来的时阵哦，嘛拜拜希望哈，咱在水路好兄弟啊哈，啊你喏，你就不要再出问题了哈，不要去找王爷的麻烦，不然王爷也会对付你哈，所以有双重意义了哈。小琉球人是多重视这个祭典。重视到，可能以前的传统的禁忌啊，如果一直限男生啊，或者限女生才能做这个，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啊，这个没办法传承下来，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做改变跟改进，然后让这个迎主活动越来越盛大，越来越厉害，然后越来越让全世界看到了。然后我真的有感受到，因为他们这一次。哇，让我体验了不少。就是一般可能外国人你会觉得说，在别的仪式，你可能只能在旁边当来宾，观察、观赏而已。但这边真的是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你就来一起帮忙，一起过这个祭典，一起团结起来了。冲向来！你下一刻再来参加我们城市上班。好，城市聊天。哎，这么有被你认证的意思。好，真的。啊，是不是很强带头冲上去了？一讲到迎王，一讲到迎王，他真的就是好像血液里面就有那种使命感，甚至他把他舞蹈的专长用在这上面，还去编了一支迎王舞，好可爱哦。就是我的荣幸，我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扛轿子。很感动，谢谢，谢谢，很难形容你跟你的感觉，你的身体跟心理的感觉。本节目由石泉果醋冠名赞助播出。